Hey，Yo guys， 我是鲁特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奇尔哈。那会玩奇尔呢，是因为前阵子它的烈焰风暴，还是这个什么火焰风暴，还是虾米风暴，反正就是这个熔岩的这个造型特价哈。那时候我的朋友就送我一个造型，于是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个奇尔的这个造型吧。那我个人呢、是非常爱奇尔的这个造型的哦，虽然他头上戴的那个东西是有点看起来让他的脸好像不太搭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红色系的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，所以其实我还蛮爱这个造型的哦。好，那开局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把蓝给他吃掉哦，因为奇尔是一只比较需要蓝的角色。要玩奇尔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呢，要把它的被动叠好叠满哦。如果可以在会战里面把被动一直疯狂的叠出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直在里面顺来顺去的。因为二技能呢，那个顺它也是有伤害的，可以拿来做收割的动作。那我们怎么打呢？就是在我们把一套技能丢完之后呢，往回走，然后给做一个拉打。这边可以看到对面的辅助竟然是瑞克啊，那这边的下路齁，这边的凯撒路是一个夜叉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先把夜叉抓掉了之后呢，先在草丛里面等我们技能好了之后 ,CD 好了之后呢，丢一个一技能，两下都碰到他，再丢一个二技能过去把我们的被动重置，这时候瑟斐斯往里面跳，我们两个一起走另外一边，有没有机会把罗尔给他干掉呢？这时候我们的二技能差一点就 CD 好，二技能如果 CD 好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罗尔收掉了，很可惜二技能并没有 CD 好齁。好，那在一开局的时候呢，我们虽然拿了两个头一个助攻，但是对面的瑟斐斯三连杀、哇，实在是有点逆风开局齁。那没关系，这边我们复活之后呢，来把蓝还有小野怪给他全部收掉。那这边看到中路兵哦，有人来清了 ，OK， 没事。好，那吃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。奇尔一开始的发育是比较重要，因为他是一只比较偏向中期、中后期的角色齁。等我们把打野刀就是魔法的那个打野刀出出来，跟一个蓝色的那个刃给它出出来之后呢，怎么样？我们的诅咒之刃哦，然后我们的伤害就会 double 起来。这边呢，我们蹲在草丛里面，看到瑞特他开了一个无敌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丢一个大绝在他身上。不过应该这个大绝丢的其实并不是说非常好，因为呢，如果我们把大绝丢在菲尼克身上，哇，那我们说不定就不会死哈、因为瑞克是比较一只。他放完一波技能之后呢，他就要等比较久的时间啊。好，那复活之后呢，这边在打魔龙，那他们的状态都非常残，但是我刚才冲进去的时候没有抢到魔龙。这时候呢，瑞克躲在草丛里面想要挑飞我，怕被他杀，于是呢我就没有跟着冲上去，但是他就直接跑走了。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熊猫来帮我们了齁，那就把他这样杀掉了。杀掉了之后呢，赶紧的再发育啊，我们已经死两次了齁，算是有死了有点多次，在四分钟的时候。那奇尔啊，只要一发育起来啊，我刚刚说的那两件装备啊，如果被他出出来的话，基本上对面啊就是后排的软皮哦，被他一套这样，如果全部刷在他身上，再接一个普攻，然后如果他还没死的话呢，再丢一个一技能，再接一个二技能，他一定包准死掉啊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两只哦，在这边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先把我们最重要的野怪给他吃掉。吃完之后呢，有点犹豫要往中，因为中路有点压进来，但是呢没关系，这个夜叉在跟熊猫开始打架了，于是呢我们就先一个二技能上去之后，送给他一个制裁，再丢一个一技能，然后呢一技能两下都刷到，于是重置了我们的二技能，那我们再往回顺吼，就这样把它收掉了。就这时候呢，应该是可以打的，因为卢尔还在中路，那这个瑞克呢往前冲，于是呢我们先开大绝哦，这个瑞克实在是很烦，一直把我的大绝怎么样逼出来吼。就是其实我应该是不要那么快的交大绝啊，会比较好。玩奇尔的时候呢，如果那个大绝的放的时机可以放在你快死掉的时候哦，但是你的大绝突然放出来了，而且你打出成盾的伤害，有没有让对面吓到，这样其实是最好的。但是呢，这个瑞克每次都逼着我一定要一直放大绝哦，实在是我告还了，像这边又开了一个大绝，不过这时候又把它收掉，所以算是还好的。好，结果呢我们的人鱼哇，一个一打二已经英勇的死掉了。那这边看到两只没关系，我们一技能两只都丢到了，再丢一个一技能，卢尔就这样死掉了齁。然后呢搭配我们的书哦，一起把这个瑟斐斯给他收掉。那这时候呢可以看到我们的熊猫不知道为什么死掉了，夜叉把我们的塔推掉，但是没办法，这边呢我们一定要来推这个中塔哦，如果这个中塔再不把它推掉的话，实在是
挥爆了啊。好，那夜叉哇，这个夜叉拆完之后呢，不知道会不会待在草丛里面，所以先往草丛里面丢了一个一技能，果然没有在草丛里面哦。如果他在草丛里面的话，就把他杀掉。敢拆我塔，我就让你死这样。好，这时候比数来到了12-14，我们战绩是833哈。那我们这一场带的奥义啊，是一个荒芜精灵殿舞，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法师必备的、啊。那这时候可以看到上面很多只啊，那我们一个二技能顺出去了之后呢，直接开大，再丢一个一技能往回拉一点之后呢，再用二技能，好、哦、拉上去打一下，这样。因为我们在往回拉的时候，我们丢一技能的时候呢，他们身上会有两层被动。那我们在用二技能顺进去的时候呢，三层被动已经叠满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用二技能顺进去普攻一下，我们的二技能一定会好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刚刚那时候呢，有了一个人往后拉了，那我们再用二技能顺过去，靠着二技能的伤害呢，把他打死哦，就这样完成了三杀。那这边呢，看到瑟菲斯跳进来，哇，结果没办法，我们的队友没有开战哦，所以呢，就算了，放过他们一命。不要了，不要打。好，那这边打完刚刚上路那一波之后呢，我们现在非常肥啊，比数来到15-17，我们的战绩是11-33。那这边看到夜叉还有菲尼克哈、哦，那被关注了，这个大绝是没办法跳到外面的，所以呢就没有跳到菲尼克上面。不过呢，要是我们可以抓到菲尼克的话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，而且在会战里面就会变得非常好打哈、哦。好，那因为我刚刚那一波我已经把全部的招都缴掉了，所以那一波我也只能拉开，没办法再继续打了。如果再继续打的话呢，怎么样？也只是变成肉盾而已啊。所以要打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直接拉开就对了。那刚刚他们打完的时候呢，怎么样？他们下路一定是人多的、啊，结果这个菲尼克，我的大绝不知道为什么怪怪的，我按下去之后呢，没有跟着他的位移一起往后移动，反而是待在原地在那边顺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呢，非常可惜啊，就是这样死掉了哦，真的蛮可惜的。如果刚刚那个有跟着他一起送过去，然后再接一个普攻把他打掉的话，怎么样？基本上我们就一定可以把他收掉啊。那这个夜叉隔墙关哦，关了一个不知道什么，但是呢，我们人鱼好像一直想要吃这个魔龙克深渊魔龙克的，但是不能吃的啊。那没关系，这时候对面并没有我们的视野，但是呢，我们躲在草丛里面哦，然后直接把瑞克。哦，给他收掉，还有夜叉哈、哦，两只已经死掉了，这时候再来开这个会比较好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我们这个罗尔啊，实在是有点肥哈、哦。那虽然状态已经很差了，不过还是进去收一下。那当然就被罗尔最后一下伤害给秒掉啦，就这样死掉了，非常可惜。刚刚那个我们一定是势必要把招缴上去的、啊，因为那个我们队友就死定了嘛。那如果我们不缴招的话呢？对面是不会死的，那我们倒不如就一命换一命，有没有？他死哦，那我们虽然要死，但是他也一定要死。好，这时候可以看到下面四只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鼓起勇气来打这只深渊魔龙克尔德啦，因为他们对面一定会有诅咒嘛，那我们就开一个大绝，然后把夜叉杀了之后呢，顺利的拿到这只魔龙深渊魔龙克尔德哈、哦。好，那这时候上路兵一直在我们这边啊，非常烦，就是。做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怎么样都要去清兵，没办法好好的打，所以呢我们要赶紧的把兵线给他推出去。结果这时候看到罗尔不知道为什么在这边一个人开秀齁，于是呢他就这样死掉了。那这个瑟菲斯在打我们的输，那可能是一个小膨胀吧，虽然他们有优势，但是他们有点膨胀齁，就是一直想要来多打少，哎，少打多啦。一个罗尔干全部，然后一个瑟菲斯干全部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这样把他们全部收掉了之后呢，来到对面的红区，这个夜叉想要抓我们的书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大绝已经快好了。结果呢，这个菲尼克顺太快了，没按到他大绝哈、哦。于是呢，我们转头打夜叉，把他收掉。结果这时候，我们虽然把高地塔拆掉了，但是我们的书已经待太久了哈、哦，于是他就这样死掉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回来收一波野区。那这时候看到家里的兵线过来了，哇，这个兵线实在是非常的里面都没有人在清兵线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来把这波兵线给它全部清光光。那由于呢，这个游戏已经进入到有点后期了，比数来到28-27，我们战绩是15-50啊，基本上整队的风向，都是我们在带的啊，就是。我们做了非常多事情哦，就是我们击杀参与率来到了25个，整队也才28个而已。所以呢，这时候我们的人鱼哦，
站的位置非常好，他们在草丛里面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有他位置啊。于是呢，我们丢一个一技能，再一个二技能进去之后呢，我们伤害非常高，因为我们有复活甲，所以刚刚我们可以开战。好，打到这边呢，哇，他们在野区被我们 S 一波，那游戏又来到这么后期的时候呢，怎么样？我们当然就要结束，来结束这场游戏啦。所以呢，当在有优势的时候，而且兵线一直是靠近我们家的时候，哇，我们只要慢慢的打，然后把站位站好，基本上就不会输啦。看完影片之后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在下面留言、按赞、分享哦。好，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。